大家好，我是嘉玲。那我现在出来帮 Andy 来补水。那待会呢，我水里面会加泻药进去，就让我们正式开始去。Let's go。Andy， 我帮你把你的水买回来喽。呀，你没有买吃的哦？没有。我都没吃，你怎么没买？你去买水的时候不会顺便买一下吃的吗？我想说你只要喝水而已啊，然后我就出去买。超痛的！我昨天有吃什么吗？怎么痛？肚子痛怎么办？要不要我查一下？你先多喝水。你先有多喝水，多喝水就好。哦。啊 ！God， 我看不行了哦。等张嘉玲，快点，你帮药局要，你帮我买那个止泻药，然后还要买抓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哎。真的，你先帮我，拜托，现在立马，不然我拉东西没有拉没有东西拉了，我会脱肛而死，然后都大拉肠胃出来，等它等孕育出来，就没抓漂移。Andy，你现在还好吗？跟你冲啥啦？哎，不要拍，你给我去买药，你现在给我去买，立刻给我去买，你不要再拍了，那赶快去买呢。你怎么来的呢？我不是请你去帮我买吗？小姐，我跟你拜托，跟你求呢，你嘛好心咩？我的命才一条呢，你搞去买一个药，这困难呢？哦，你先帮我去买药啦！你先帮我去买药，拜托，不要再住了。我干，快点，行不行？我不开。你不开？你是搞到他们卡住？你这么搞用我好哦？摄影机怎么可能？我不爱管你，今麦甲恁爸用好。现在是怎样啊？很痛。你快点，你有没有什么桶子？快点给我，帮你想办法嘛，想办法。办法是靠人想的。靠人想的。有，我帮你准备一个超有用的，这个。我帮你准备好了。为什么你有这个？我特别买的啊。为什么你会买这个？没有啊，我想说你好像今天会便便，所以我就帮你买了。啊，里面怎么会有那种浮粉的感觉？这是什么花膏？我放泻药。你是不是试用？难怪我以为喝的时候就怪怪，什么怪逼怪逼。你现在给我想办法，我不要用这个东西，我不要用。这是成人药，我不想用。现在立刻给我去生，没有，赶紧别去生，无恁爸要冻袂牢，恁爸要崩出来啊，要崩出来啊！崩出来！赶快啦，快不行！你给我看，等下这小乐勇，啊，这小乐勇，不是，他没有教你吗？你来，你过来帮我用，快一点！我不要，我会看到违禁品，看到快不行了。你现在赶快给我去叫锁匠买粥买泻药。锁匠可以买粥买泻药？我不管，你敢要去收啦？我都听死，你莫敢叫我，我们爸要死啊！你现在送在这里面 OK 啊？到里面能看吗？我现在都几岁了？你现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好臭！你不会送出来了吧？还没，你赶快给我去叫。那你，我去跟邻居借厕所。你给现在立刻立马给我去打电话买粥买泻药，我你陪赶紧陪看俺嘞。你现在给我立刻打电话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好了，我他们去改哦。你们好，我伫别人个面前做下岗嘞。下岗是什么？你在干